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近几年呢，周深在国内乐团的人气越来越高，不知不觉间呢，这个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的新人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乐坛内顶尖的实力派歌手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周深的粉丝，甚至常常将周深与另外几名乐坛的顶流歌手做比较。可见呢，周深在粉丝和听众的心目中呢，实力是绝对毋庸置疑的。在近几年呢，不论是在任何一个歌唱节目上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大街小巷中，都能够听到周深的歌曲。在周深的歌曲中，能够感受到这位歌手身上满满的正能量。周深的歌曲之所以会被粉丝们所喜爱，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旋律有多么动听，粉丝喜爱周深歌曲真正的理由，是因为在他的歌曲当中，往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，能够走进听众内心灵魂的深处，因此令人流连忘返。周深从来不会固定在一个舒适圈中，不论是国风乐器还是情歌，都会大胆的去尝试。在如今流行歌盛行的时代呢，周深依旧坚持自己的路线，不断的创作自己真正喜欢的歌曲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以周深发行的唱片来看呢，实际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歌曲，周深都能驾驭。但他呢，也不会为了流量而去创作，每一首代表作都有着自己的思想，值得听众们去静静的深思。这正是周深歌曲中最大的魅力所在。不仅在歌曲上，周深的实力得到了粉丝和其他歌手的认可，在人设上、人品上，周深都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。周深出道青年，靠着自己的实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达到了今天的成就。所谓人红是非多，明星们在成名之后总会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，但周深却没有。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，周深始终坚持做真实的自己，既不炒作也不树立人设，我就是我，周深就是周深。虽然在如今的流行歌曲中，又有不少的流量歌手占据了顶流的位置，但周深并不会因此而去跟他们竞争。对于周深来说呢，音乐创作才是自己唯一的武器，低调内敛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努力性格，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华语乐坛中必将迎来一个属于周深的时代。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歌手，周深的音乐生涯才刚刚起步，如今的成就呢，绝不是周深的巅峰，而是周深时代的一个开始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在未来，周深能够给粉丝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吧。同时呢，也祝愿周深能够越来越优秀，成为华语乐坛的明日之星。